回归最初，人类使用动力汽车最主要的目的自然是代步通勤。只要能从 A 点移动到 B 点，就达成一辆车最主要的要求。但随着科技与时代的演进，现在车款已经不只是满足基本需求而已，包括乘坐舒适度、车辆辅助功能的便利性，甚至是驾驶乐趣等附加价值，都必须要能够满足车主。我目前所拥有的这一辆 Toyota 4Runner 跟其他现代车款相比，结构上已经算是相当单纯与朴素，以越野车使用强韧的阶梯式大梁为基底，搭载 4.0 升的 V6 自然进气引擎，以及沿用已久的五速变速箱，耐用与维护成本低廉已成为常见的 4Runner 形容词。但如果真要把第一印象定义为便利或舒适，跟其他新车款相比， 4Runner 可能还有很大的进步空间。毕竟 4Runner 现行的第五代车型已经有将近14年的历史，不容易坏的另外一层意义，或许也代表着科技感不足。但这单纯就是个人喜好与取舍的问题，加上每个不同年式的 4Runner 也有多个小地方更新与进步。这支影片我们就以我这一辆2021年式的 4Runner TRD Pro 为范本，来介绍几个我认为开 4Runner 特别便利的地方有哪些。首先就是 4Runner 的这个后车窗，这应该可以说是我最喜欢的 4Runner 便利功能之一了。透过这个后车窗，我在不用开后车厢的状况下，就可以把大小适中的物品先丢到车厢里面。毕竟 4Runner 不会有电动尾门这种东西，每次开启跟关闭都还是要花一些力气，后车窗确实可以让人感觉到更加方便。尤其如果遇到下雨天，或是另外一只手拿满东西的时候，在只能单手操作的状况之下，以按键控制开关的后车窗就显得更加便利。虽然差异性没有大到哪里去，但如果以便利性而言，升降后车窗绝对是大大加分。第二个我觉得 4Runner 很棒的功能就是后座椅背了，这也是当初我在 Tacoma 与 4Runner 之间决定选择 4Runner 的一大原因。现在市面上可以倾倒椅背的车款相当多，但能让后座乘客调整椅背乘坐角度的车款，我相信就不多了。而 4Runner 的后座椅背就具备这样的功能，只要借由左右两侧乘客座椅的拉杆，就可以调整出自己觉得最舒适的椅背角度。在越野车先天上晃动较大，以及头顶离天棚比较近的状况下，这个调整椅背的功能，我相信可以让后座乘客有更舒适的乘坐体验。 4Runner 是一辆在日本生产、以北美为主要销售地区的车款，当地可能会遇到严寒的气候，考量车主有需要戴着手套操作车辆的需求， 4Runner 中控各式按钮相较其他车辆平均而言设计的都比较大，可以在边开车边操作时有更好的便利性。虽然台湾没有因为严寒而需要穿戴厚重手套的条件，但面积更大的按钮在行车过程中需要操作时，也可以增加被触按到的机会，例如切换冷气出风模式、内循环与外循环的调整、装潢灯按钮等。旋钮造型设计也不小，加上清晰的刻度感，让车主需要调整温度时会更加准确。时代不断进步，许多例如 Volvo、 特斯拉等车款都已经配有全液晶荧幕、触控式按键的配置。2021年式的 4Runner 也搭载了车机荧幕，这样的功能确实方便，但我个人对于所有功能都要以触控式按键操控的方式还是比较难以接受。除了容易误触其他功能键而分心之外，多层的功能切换也容易花上比较多的时间。先前曾有瑞典媒体实测用触控式按键与实体按键调整各种功能的速度，结果显示
大多为尸体案件的2005年 Volvo V70 只需要花10秒钟就办到的事情，其他高科技车款竟然要花掉30秒以上的时间。我们并不是反对科技的要进，但不能因为一昧的进步而忽略使用的重要性。当然，每种功能都有其爱好者，不知道大家比较喜欢实体按键还是触控式按键呢？在看车的时候，我并没有特别在意 4Runner 的扶手，买车后使用的过程中才觉得真的很好用。除了面积够大，可以靠着手增添舒适度之外，内部的置物空间更是令人惊艳的部分。 4Runner 扶手的置物空间相当庞大，你可以往里面丢进各式各样不同的物品，例如手套啦、对讲机啦等等，放个水壶在里面也没有太大的问题。不过原厂的设计很简单，就是给你单纯的大空间。后来我从 Amazon 等网站购买了一些间隔层还有置物板，种类跟类型都不太一样，可以视车主的需求来进行选择，也让置物的功能性更加多元了。在买车之初啊，我并不认为这个功能有多么的方便，但直到有一次前往东部取材，因为一整天的拍摄时间偏长，加上电池数量又不太够，所以在边开车边拍摄的过程中，我也同时利用这个电源替消耗殆尽的两颗电池充电，当时就让我觉得有这个功能真的是太好了。现在很多车款也都有类似的功能，绝对是好事一桩。毕竟现在车速露营野营的活动愈加兴盛，虽然大家多数会购买例如电霸等供电产品，但这功能还是可以在必要的时候提供些许紧急用电，毕竟长时间使用会让车子没电嘛，有需要的时候还是很便利的。以上是就我在使用 4Runner 大约两年左右的时间之际，深刻体认到的五大便利功能。不知道大家的各式车款在使用过程中觉得特别方便的独特功能有哪些呢？欢迎可以留言告诉我，介绍给大家。那我是 Ethan， 我们就下支影片再见喽，拜拜。